老婆，我是你老公啊，我可是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人。哟，老公幸福，我只知道随时带给我各种好吃的那是外卖小哥，能随时带给我各种礼物的那是快递小哥，能随时带给我开心的那是喜剧演员，能带我去全国各地旅游的那是飞机和高铁。所以说往后余生，只要我荷包里有米米，我还要你干啥？你们女人不要以为离开我们男人什么都行，知道吗？是啊，我们女人离开你们男人是啥都不行，男人懒的把我们气的不行，教育孩子把我们恨的不行，收拾家务把我们累的不行，公婆子叫忍气吞声把我们憋的不行，没有人理解我们生活累的不行，你稍微歇一歇人家说你闲的不行，你说还有啥不行？女子本弱为母则刚，男子本强当爹则娘。所以说啊，往后余生我们女人的目标啊是美的不行，富的不行，至于你们男人啊，爱情不行，再见 goodbye。 哎呦我的妈！